不执着于一种运动，不执着于场地场景，不执着于运动结果，加入创意，去化挑战，享受过程，获得勇气。运动就是生活的一部分，多多向内看自己，不再向外做比较，发现身体的修复与改变。动与静，柔软与力量，自然的共存，慢慢的从害怕到接受再到享受。爱缠柔，爱普拉提，爱生活，全身心投入当下。运动不一定要去健身房， Just get up and get moving。 传统的运动可以充满创意，既有美感也有挑战。我是 Lisa， 我是 Daisy， 我是 Sesame， 我是 Bella， 我是 Cathy， 我是 Snow。 加入内外 Active 社区，和我们一起，和我们一起，和我们一起享受运动生活，create movement magic。